2020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来到韩国利川外婆家这里住了大概有半年。今天是过年嘛，然后我们就回来这边拜一下祖先，然后看一看。当时这边全部都我们都有种东西，现在是冬季嘛，然后现在就是没有种。这个是外婆家，当时我们在这里整整住了半年多，也是因为住在这边，就是让我对大自然有更多的一个认识。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可以在这边待半年。这边利川是以很出名，大名很好的。但外婆现在也没有住在这里，因为身体原因嘛，现在也是住到城市里去了。我们在这里住了半年呢，真不敢想象自己在这里住了半年。哇，这地上的雪踩起来好像绵绵冰哦。当时这个地也是重新搞的，它这个铺水泥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，这下面还有我们的名字，我们把它趁水泥还没干的时候。还在吗？应该在这个下面啊。那它推开来看。现在不要推开吧，好重好冷。我们今天来到小猪农场，推鸡农场，这应该是以小猪为主题的推鸡博物馆，小猪的博物馆哦。卖票所。也有小兔，这都是小猪的系列。哦，是狗狗，然后小兔子。飞机旁博物馆，猪的博物馆，没什么人。我们사람없어요？这里有人啦。오마안내사랑있어요。这有一个好漂亮的鸟。可爱吗？小猪哎，好。你们拍照了，可以拍安静。拍照。엄마이름뭐예요몇개가미리요我们现在要去看小猪的表演，应该是等一下小猪会从这边出来表演。
일찍 갔어요? 8도 오는 것 같아요. 지금 38도인 거예요. 고온에서 지내야 되는데 여기 얹혀가지고 추워요. 이 아가 小辣在那边呢，还有吗？孔雀。这里都有很多的鹅啊、兔子啊、孔雀都随便走的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喂食这个饼干跟那个胡萝卜。재밌는돼지잘키운돼지안전한돼지맛있는돼지 기류하는돼지就是好吃的